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今天膨胀一下，我们来看看2023款的奥迪 S8L4.0T 现在多少可以落地。超过5米的车长，加上超过3米1的轴距，定位的是大型豪华行政轿车。其实它的车身尺寸和最新款奥迪 A8L 是一样的，外观上拥有着新款奥迪 A8 那种沉稳大气的设计风格。由于它原厂自带很多运动包围套件，配置和外观真的是运动感十足，同时又做到了运动和豪华几乎完美结合的设计。目前 4.0T 版本指导价207.68，加上必要花费和商险，目前新车落地在231.2左右。动力方面，搭载一台 4.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并配有48伏轻混系统，匹配8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，拥有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，发动机最大马力571匹，最大扭矩800牛米 ，NEDC 100公里，综合油耗11.43升，最高车速能够达到250千米每小时，百公里加速仅需4秒。当然，这个数据是官方给出的，还是比较保守。在德国不限速高速实测数据比这些数据好很多，所以说它的整体综合性能非常出色。咱们下期再见。